生活在一个战火连天的世界，母舰一步步摧毁人类的家园，上海成为了人类最后的希望，也是最终的战场。所有无人机进入待飞状态。收到。集结坦克和自行火炮分队支援南浦大桥。炮防御系统已正常，后备团员储备完毕。灰鹰小队江阳，随时待命。司令官，你准备好作战了吗？